环境噪音的危害与检测。在工作场所或生活环境，长期处于或过高的环境噪音水平，会对人们的健康产生严重影响，头痛、听力损害、睡眠不足、心血管疾病。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第300条之一，劳工暴露之噪音和时间对照表。雇主对于劳工8小时日时量平均因压级超过85分贝或暴露剂量超过50%之工作场所，应采取听力保护措施，做成执行记录并留存3年。积分噪音表 ST109R、ST106、ST107S 均符合国际电工协会规范。量测较高精度、高灵敏度1/2英寸，预计化电容式麦克风。监测时间长也能累积噪音数据。ST109R、ST107S 储存37000笔资料，支援 microSD 卡，最大至32GB， 连接电脑存取资料数据。ST106 可以同时测量3种同时的频率加权、3种同时的时间加权，可以同时测量多种评价指标。动态范围大于110dB， 量测时无需切换量程。适用场所：工业环境、建筑工地、交通评估、实验室评估。 ST130 二合一噪音计量计内建6种测试规范可选择，或独作为噪音表模式使用，适合随身佩戴，可近距离量测，随时监测和记录长期噪声暴露，确定工作场所中的噪音水平是否超过限制值，确保符合劳工安全标准，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工作人员免受噪音污染的危害。数位式噪音计，数位显示观看容易理解和阅读，提供准确和精确的噪音数据。频率加权特性，工位系2种选择，TM102、TM103、TM104、1/2英寸及化电容式麦克风。AC 频率加权可切换选择自动换挡。TM103 有资料记忆功能，最大资料可记忆14000笔，可连接电脑下载储存记录。音压校正器 ST120、TM100 测试麦克风和声音测量仪器。进行音压灵敏度校正，性能符合检定检查技术校正器之规范。ST120 采用声音复回受压缩的工作方式，强化性能稳定，无需对传声器的等效容积进行修正。校正步骤：在开关上选择94dB 或是114dB 校正器底部的孔对准，插入噪音计麦克风即可。